欢迎来到好好休息商谈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菲亚。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之下，你有好好休息吗？这个月的星象显示啊，大环境会非常的多变，都会进入一个比较忙碌的阶段。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要留意自身的状况喽。快要被工作淹没，没有一件事情忙得过来。火象星座的朋友，这个月呢，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，所以你必须要有耐心。如果你操之过急的话，有可能达不到效果，还可能让健康亮起红灯哦。你需要的是原萃日式绿茶、原萃玉露，享受天然的茶叶精华，能够帮助你在混乱的状况当中重新找到秩序。有重要的专案在身，好怕做不好、做不完，怎么办？土象星座朋友别担心，你们现在正在对的道路上，只不过呢，目前你的工作内容稍微复杂了一点，在这过程中需要时间磨合，所以难免会因为心累而导致没有信心。这个时候你需要原萃铁观音、原萃乌龙茶，茶香醇厚，甘甜入喉，稍微转个心情，你会发现事情会更顺利哦。开不完的会，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，好可怕。风象星座朋友，这个月你的时间常常不够用哦，往往会接手太多的工作，还可能帮你的队友收拾残局。压力大的时候，不妨来一罐原萃锡兰无糖红茶，100%无糖，无添加任何香料，脑筋变清醒了，做起事来会更游刃有余哦。灵感打劫，马上到来的合作提案毫无头绪。水象星座朋友，这个月呢，你的情绪很容易随着环境的变化忽上忽下，可能因为不想要正面冲突，或者是怀疑是不是要打破框架而停滞不前。焦虑的时候，不妨来一罐原萃日式焙香煎茶，特殊的云雾功法沉淀心灵，会有更多的创意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。觉得工作不顺、焦虑内耗吗？你需要休息一下，一口原萃，马上享受轻松的时刻，纯粹茶香滋润我们的身心灵，满满的灵感都会出现喽。